每个面上面都包裹着浓浓的麻辣感，里面还有油渣哎，猪油渣。嗯，蚌埠的面是目前为止我吃到很顶的，这么大一份的吗？Lucky 呀，有句话说得很好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。那这一家呢，是我一个好大哥给我推荐的。他说这家呢是最纯正的他小时候吃的味道。我不知道蚌埠人小时候是什么味道，咱们今天去吃吃呀 ，Let's go！ 你好，老板，吃面，盖浇。盖浇面啊，对，看一下他的菜单。盖浇面、干扣、线、汤面啥都有。这次吃的咱不是干扣了，咱吃的是盖浇面。这家盖浇很有名，肥肠、腰花，里面豆芽一些蔬菜全是配菜，香不香？蚌埠的面是目前为止我吃到很顶的，这么大一份的吗？我点的是麻辣的，推荐我力推麻辣。老板说我吃完他家面会常来的，他就这么自信。有花椒的清香，又有辣椒的麻香，啊对，肥肠。好吃啊，嗯，这蚌埠好幸福啊，又便宜又好吃啊。干总，他家的面真的是根根分明，看到没有？它没有完全的坨状，但它每个面上面都包裹着浓浓的麻辣感。早晨备料，中午卖完；中午备料，晚上卖完。卖不掉的直接扔掉。老板主打的是什么？让大家吃到新鲜度。旁边看起来很好哎，这太幸福了啊！这孜然味的，好吃哎！老板，你家面很好吃。看一下，嗯，配菜也很好，豆芽好吃，很香，超级好吃。他家面会更软一点。当吃货们坐在一起分享美食的时候，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。跟我这次吃的比你快。我跟每次我吃饭，他就跟上我的速度。你怎么吃饭这么快？一小姑娘，吃饭快慢鱼，姑娘和帅哥有什么区别吗？这蛋汤都是送你的，我这碗是天花板，26块钱，但很好吃，肥肠也多，腰花也多，这个是值的啊。里面还有油渣哎，是油渣。嗯，两碗干扣，一碗炒面，全部结束，太棒了。蚌埠真的好值得，这句话我已经讲了无数次了，给大家关注美食不迷路，蚌埠土著来尝一尝是不是你们的味道。再见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